昨天那个演员不得行啊，谁叫你叫那个那么差的演员去试镜啊？今天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了。有，这个小演员喽。怎么样？叫男演员呢？对呀、啊，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范总啊。多少岁啊？30了吧。那么老啊？你有什么才艺吗？有什么经验吗？才艺啊？是啊。哦，我在村里面跳舞的。跳舞啦？是啊。村里面跳舞。是啊，我从小就怀着一个梦想，要做一个让全中国的人都认识我的演员呢、啊。哎呀，你吹这么多也没有用，我也不没见过。要不这样子吧，你就展示你一个最拿手的才艺给我们看一下，是啊，看一下适不适合。才艺啊，是啊，在我面前展示一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展示才艺的话，你们都惊掉下巴的。我全村人都说我跳这个舞很好，好吹牛谁不会啊？你跳一下看，说多没用。那我跳了哦。是啊，看看啊。停！不要演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那前置不是啊，你被 out 了。我觉得你这个演技不行。什么叫 out 啊？你淘汰了。走，我这么有才，怎么可能嘛？我很人才的，我还这么跳的这么漂亮的舞蹈，你怎么？大哥，我们教的是演员，不教你这种歪瓜裂枣啊！我。哎呀，美女，你考虑一下我啦，说，啊，得不得？你这个才艺简直是垃圾才艺！要是你进了我们团队呀、啊，不知道演出什么才艺来，你根本上不了热门，哎，不适合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啊？我本来就是啊，我如此优秀的人才，你们不要，你们团队迟早会解散。所以说，我叫保安过来，保安。走走走走，真的是什么人呐、啊、你这么矮的，哎，不行啊，这个演员太差了。哎，招男演员是啊。有什么要求吗？要求老板有什么要求？你说有没有才艺先？学历呀、啊？有啊。读过什么学校啊？高中毕业。高中毕业啊。哪个学校的？那个演艺学校。演艺学校。对啊。哎呦，我们招的就是演艺学校的人才呀、啊。这个人长得挺帅。是啊，英俊潇洒，高大威猛的不？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。那工资怎么样？1500。1500一天啊？这个要看你表现。如果你才艺好，演得好，上了热门呐、啊，说不准呐、啊，一天两三天也有。就看你表现。2000一天。是啊。是啊。那可以啊，那可以、啊。那我应聘啊。应聘啊。签个名去。啊。应聘，但是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。要试镜的吗？要试镜啊，适合了明天才可以过来拍段子。去哪里试镜？跟我去那边，我跟你去试镜。你去跟他试一下镜，适合了就把他留下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相信我的演技。在哪里、啊、来这边、啊啊嗯、这个男孩子看顺眼一点、啊、就看他们试镜出来怎么样先、啊、交工啊。在哪里试镜啊？就在这里啊。这里荒山野岭小树林子有什么好吃啊？这个是我们那个户外拍摄场景啊。行吧，你带我过去。要不你跟我进那边，我跟你讲一下剧本怎么样？好好好。怎么那么久啊？不跑了了，翠花。怎么啦？这个演员呢，非常的合适啊。非常合适啊。是啊，我说什么他都能对得上，非常适合做演员的料啊。怎么样？不过你说合适，我也不知道他。他只是户外合适，但是室内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合不合适啊。必须的话，我负责这边，我也要试一下先。如果进去试了合适了，再决定。那也行。我在这里看摊子、哎、那你就看到还要是室内试镜啊？是啊，有多方面的试镜啊。哎呀，行吧，这个没问题，你跟我来。进去招工啊，叫男演员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快点快点，
这个怎么招的非常好啊？我说了吧，是不是？我的眼光肯定不会差的。刚才在里面也配合的天衣无缝啊，演的那个特别好。那明天就过来上班了。那就要你了，帮我演男一号。好、嗯，是是是，就这么决定。好、哦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签名。刚才不是签了名了吗？哦，刚才我疏忽了啊。签名了就好了，那明天准时8点钟就过来上班。好、啊。哎呦，收到，收到了。